不能换安安，不然我这边跟你安安，端木安安。老糟了，又想推。这该不会是推柜吧？哦，这个不是。这个应该砍不到，这个力气太好。小丑角是要怀念旧版本吗？对，因为他还算是这游戏的帅机技的之一啊，我们给他一点尊重，给他一点尊重，真的是给他尊重才带的哦。九九，对，这么狠哦，还给我扣九九。现在场上节奏差不多了，我应该要先放刀了，不然可能会被修开。啊，等一下，他压得太好了，他压在最后一刻，没办法。该不会又有 Day 吧？ Day 到底有没有啊？还有，可恶，赌输了。这翻得好了，怎么每个都有Day哈？那感觉不先上一刀不行呢。这边想修，打一下人。好，可恶！那我们就到这边好了。他们在修，有没有听到我的针织脚一直在哀嚎？他们在两个人在修啊。
还好有感伤，有骗到了。真的还好哎。蹬子脚在哀嚎。所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板可以用。好，把野锁在那好，待会去放倒他。哎呀，不跑啊！这样你就害了你队友喽。有小白台，他们聪明哎，来回补，来回补发电机。又在爆了，他们又想要修发电机了，来过去吧。在这个爆点看不太出来，到底是哪一个在做事。医生眼吗？还是医生脚吗？还是蹬子脚？他有双加速哎，他跑好快哦！他是那个受伤会提升跑速的那个，会跑更久的那一套。克服难关，他的名字怎么那么难听啊？超没有记忆点的啦。哎，真的是踹激流军团哎，正常就是踹踹踹踹踹踹。能力也没办法开、欸，问就是踹的。踹一下大屋应该在修。大屋没有在修吗？哎、欸，话说医生脚应该没有很难按吧？这场他们一直爆了，是不是也不太会按？先砍这只，一路砍过去。这样应该可以放倒一个，然后我的爆发会做事。也很聪明哎、欸，聪明哎、欸，
直帮卡帮卡的。啊，没看到，可惜了。还好他失误。哦？哦，他帮卡卡到自己没来不及补血倒地了，笑死！好 ，OK， 我去捡你。因为他一直站在原地帮人家卡，他没有时间拉自己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是别人哎、欸，是另外一位。啊，你怎么了，爷？啊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买一送二，好赚呢！这么划算的吗？啊，真的可以这么划算吗？要得哈！对面到对面好像最后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也不失误还好说哎、欸，但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很酸吗？可能哦。啊，爷总是疼孙的。两台四人，对啊，他们光这一波节奏直接送了四挂，每个人都已经二挂了，不死也半条命。虽然我控得蛮努力的啦，但他们其实还有机会打。只是说也蛮难打的，场上的资源都快消耗完了。开能力砍四个啊，没必要啊，因为都半血啊。开能力砍四个只会花更多时间，是可以砍。我刚刚有想了一下，但有点没必要，就只是每个人上过一轮刀。但那边直接普砍追倒那个救人的会是最好的，因为都是倒一个的情况下，你选一个倒人比较快的，是不是比较稳定一点？对啊，如果他那边有半血有残血的，我可能会，如果有满血又有半血，我可能会开能力。除非你真的很想要一直开能力上刀，也是行，也是行。主要是那边没资源啦，就只剩那个 LT 窗，然后再加上场上都半血，他们来不及补满的，所以那边开能力也没有比较好。也有在看的。对，除非你想要洗那个军团连统的那个记录，但我个人是还好啦。或者是你真的对，真的很喜欢那个军团连统的感觉，打的就是一个爽字啊，那可以开能力很舒服。找到了，找到一个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这里还快板没有踹，吐血。给他多活了十几秒，哎。
最后一个在这。这轮撤退撤去哪？我没有看到他的撤退路线。还差有什么红鲤鱼之类的吗？有可能吗？是红鲤鱼吗？我唯一能想到就只有红鲤鱼哎、欸。而且。Today, bro. 你不要搞哎、欸！你还想开？被我看到。你想干嘛？哦，还有钥匙，有人可以给各位听一下钥匙的声音。他想开啊！有没有有听到那个钥匙的声音吗？他怎么会有钥匙啊？啊，翻到的、欸，红鲤鱼，真的是红鲤鱼、欸，好猛的红鲤鱼。Wind blowing through your hair, snow shining around your waist. How you make me wanna leave, but you begging me to stay. Don't you know I gotta go? Why you getting in the way? Taught me there ain't limits to the life you live. But when I'm around, got me feeling like I ain't done shit. I just wanna make it out. So tell me how you know. Guess it's how it goes when you're from a small town. Whatever. Yes, see now, huh? 帮扛嘛。Whatever I see.I remember you. 放卡吗？也行啦吼。Whatever I go, whatever I see, I remember you.